各位古今的朋友，大家晚间好。四五的朋友，大家晚间好。米里的朋友，大家晚间好。Salam perjuangan, salam ubah kepada kawan-kawan di Kuching, kawan-kawan di Sibu, kawan-kawan di Miri. Kalau boleh nampak, bagi tangan sikit. 今晚本来我在米里的，各位朋友，五年前我在米里两个星期，非常怀念五年前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创造奇迹。我们在米里打胜选战。今晚我不能够在米里，我们有很多位国会议员不能够去到沙捞越。这一届的大选，行动党总共有九位国会议员被禁止不能够进沙捞越。今天本来我们的水州的州议员王瑞麟飞去米里跟大家演讲，但是去到米里也不能够进去。所以这一届的大选，这一届的州选，对行动党来说是非常的应战，非常的挑战的一个大选，一个周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的帮忙，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忙。因为几天前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晚上有一些报道说，我们的车拉玛，我们的群众大会人潮没有像2011年这么多，我们有一点担心。但是今晚看到在古晋人山人海，在四五也是人山人海，在米里也是人山人海，给到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希望未来的一个星期，每一晚的车拉玛都这么多人，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打多一点的电话，叫多一点的朋友出来我们的车拉玛，出来我们的群众大会，给我们候选人更大的信心。各位，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说，这一届选举很难选，因为新的首长阿迪嫩好像一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好的政策，很难选。但是我们也希望行动党壮大，所以有一点难度，怎样选？但是各位，我们要大家了解，阿迪嫩过去两年做了一些好的政策，做了一些好事给人民，这些不是他因为他是好人，是因为大家在2011年在古晋、在斯吴、在民都鲁、在米里、在沙里街，总共有12个选区的选民把12支火箭送到去沙拉越的州议会，所以他要赢回大家的支持，所以实行很多利民的政策。所以大家不需要感到心软的，我们要继续的，马来西亚要民主化，沙捞越人民要更好。我们今天提出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讲双赢的局面？因为五月七号过后，阿迪嫩一定会继续做沙捞越的首长，但是我们要双赢。如果507国政狂胜，国政大胜，这个只是阿迪嫩赢，人民没有赢。我们要双赢，我们要阿迪嫩赢做首长，但是我们也要沙捞越人民也是赢。所以507阿迪嫩做首长，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壮大的一个反对党。国政说在整个80个州议席只有20个州议席是比较 hot seat， 比较难打的，比较有一些挑战性的，这20个州议席可能反对党会胜的。所以我们要集中，特别是在城市选区，我们要集中。我们如果大家集中在20个州议席，包括我们12个原本赢的，加上一些土族的区，如果我们在这20到25个州议席能够赢的话，国政继续做州政府，但是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这个才是双赢。阿迪南赢，人民也赢。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在米里的朋友，在古晋的朋友，在四五的朋友，一定要在507投给行动党，继续支持行动党的候选人，确保他们胜利，这个才是能够有双赢的局面。阿迪南昨天在一个电视的访问说，他讲行动党是国政最主要的这个政敌，最大挑战就是行动党在这一届周选。他说但是行动党
所提的所有的课题他已经解决了，国政政府已经解决了。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说行动党的州议员有效力，行动党州议员讲的话国政要听，政府要听。这五十年来人联党讲的话国政没有听，首长没有听。但是2011年因为有12支火箭，我们有壮大的一个反对党的阵容，壮大的行动党在州议会，所以我们讲的话，我们讲的课题，提出人民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听，政府必须要去解决。所以大家要继续给一个强大的行动党在沙捞越的州议会，确保我们讲的话政府都要听。第二，这一届州选其实不是阿迪难需要狂胜，是纳吉需要狂胜。阿迪难赢80个州议席，他也是做首长，他赢60个州议席，他也是做首长，他赢50个州议席，他也是做首长的。他已经讲了的，他已经做多五年，多五年后他要退休。但是现在需要狂胜的不是阿迪难，是纳吉。马来西亚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试过我们国家的首相需要在提名热去站台。这一届的周选看到纳吉去跟阿迪难站台，在提名热的时候陪同他去提名，不是阿迪难需要纳吉，是纳吉需要阿迪难。为什么首相需要去提名中心？为什么过这两个星期整个中央政府好像搬去沙拉越，搬去古晋？因为这两个星期里面所有的中央的部长都是在沙拉越，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在下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搬去古晋开，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中央整个国政需要沙拉越，需要沙拉越狂胜，那就需要在沙拉越国政狂胜。因为如果国政在507有大的胜利，那么纳吉认为他就能够保住他的这个地位，保住他首相的地位。所以我们要中央政府不单只是在这两个星期关注沙捞越，我们最少要这两年，未来的两年，中央政府和纳吉都要关注沙捞越的同胞。为什么？因为如果507行动党大胜，行动党不单只是能够保住12个州议席，赢多几个州议席，跟其他的反对党如果有赢到最少20到25个州议席，那么纳吉非常的担心，纳吉非常的担忧。他知道来届的全国大选国政会面对更大的挑战，所以他们会更关注沙捞越。因为沙捞越他们认为是国政的 fixed deposit，如果没有沙捞越的国会议席，武统不能够保住他们的政权，所以纳吉一定会更关注沙捞越未来的两年。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因为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是在10年前开始，在沙捞越开始，2006年的这个州选。如果没有2006年的州选，火箭赢了6个州议席，没有308的大海啸。如果没有2011年火箭赢到12个州议席，可能没有505，全国有89个反对党的国会议席否决国政这个多数票，我们赢到52%。所以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马来西亚在下一届全国大选能不能够改朝换代，我们需要沙捞越同胞们带领我们，带领全马来西亚人民一起来跟国政说，我们受够了，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朝换代，沙捞越人民开始，好不好？端端端端rakan rakan kawan-kawan di Sarawak, kawan-kawan di Semenanjung memerlukan bantuan daripada rakyat Sarawak untuk menunjukkan satu mesej yang kuat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bahawa pilihan raya negeri pada kali ini bukan akan tidak akan memberikan kemenangan besar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Ada orang kata Tok Nan bagus, Dato' Adinan bagus sebagai ketua menteri. Memang kita tahu bahawa dia akan terus menjadi ketua menteri. Tetapi apa yang kita minta ialah satu pembangkang yang kuat, satu pembangkang yang dapat memberikan check and balance kepada Adinan supaya dia terus menjadi ketua menteri yang bagus.
Kalau tak ada pembangkang yang kuat, ketua menteri akan rakus, bukan bagus. Jadi kita harap tuan-tuan dan puan-puan di Sarawak membantu kami supaya dapat menafikan satu kemenangan yang besar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Sebab kalau BN menang besar, Najib akan terus kekal berkuasa. Najib akan menggunakan keputusan di Sarawak untuk mengatakan bahawa dia adalah seorang Perdana Menteri yang popular. Padahal kita tahu Najib hari ini banyak skandal. Ada skandal rasuah, ada skandal derma, ada skandal 1MDB. Kita mahu jatuhkan Najib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yang ke-14. Tetapi kalau pilihan raya negeri Sarawak memberikan kemenangan besar kepada BN, maka ini akan menyebabkan pilihan raya yang depan kita menghadapi cabaran yang lebih besar. Jadi kita harap tuan-tuan dan puan-puan di Sarawak membantu untuk memimpin gerakan demokrasi di Malaysia ini untuk menafikan kemenangan besar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pada 7 Mei yang akan datang. So, ikut wei, 我们希望 507大家 领导全马来西亚的人民 为了你们自己 为了你们下一代 为了沙捞越人民 为了马来西亚人民 507 我们给行动党大力的支持好不好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南中国海尝试一下 喊口号好不好 等下我喊507 大家喊创奇迹好不好 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507 创奇迹 507 创奇迹 507 创奇迹 希望各位 507 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阵容进入沙捞越州议会制衡阿里难确保他未来的五年继续帮忙人民继续做更多的这个好的政策给沙捞越人民谢谢各位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Kita harap 507 tuan-tuan dan puan-puan akan memberikan sokongan penuh kepada calon-calon DAP. Sekian, terima kasih. Salam jumpa lagi. Terima kasih.